优圈利益拼杀，常常隐于无形。各路公司盯着顶层蛋糕，妄图分羹图利，谁知半路杀出一个赵露思，将娱乐圈大笔财富资金收入囊中。貌美的赵露思虽不是科班出身，却是银河酷娱的当家花旦。该公司制作的最出名作品就是《火星情报局》，当年这个网综的赚钱水准一点不输《奇葩说》。阿纯预估，银河酷娱当年靠着这部网综赚得钵满盆满，每个艺员绝对下不来台。而后，银河酷娱找到大靠山阿里，彻底成为阿里文娱中的大板块。作为当家花旦的赵露思，自然会接到源源不断的网剧资源。有如此庞大的资源作为后盾，赵露思不火都难。经过《超人》中的陈芊芊的爆火，她的片酬也在直线飙升到2600万。之后的《我喜欢你》又一次小爆，片酬也是只增不减。如今上映的《长歌行》，赵露思在里面饰演女二，却艳压小花迪丽热巴，热度与流量值再度翻新。高端的 IP 且是天下，她也参与其中，资源应接不暇。要说她在娱乐圈纯靠资本带路，自然不行。人家自身家庭也是相当富裕，高中时赵露思就已经就读私立学校，大学直接去台湾上学。据传赵爸爸早期不仅与资方大佬关系密切，并且投入千万资金力捧，甚至在女儿生日时邀请知名主持人何炅，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女儿赵露思喜欢。另外，赵露思豪宅用富丽堂皇形容恰到好处，妥妥的富二代。网传赵露思家与主持人汪涵也是私交许久，有这样的关系也造就了赵露思在娱乐圈的畅通无阻。如此厉害的手段激起无数吃瓜网友的好奇心，深扒才知人家的不一般，各种传言更是不绝于耳。比如说赵爸爸是经商达人，当地有名的企业家，早期因赶上下海捞金的好时机，逐渐成为当地有名企业家。除了这个猜测，网传赵爸爸不但有钱，也相当的有权，背景更是有红色傍身，相当亮眼，金圈各类大佬金相力捧，这样的优秀资源不火也是难。有流量有资金，赵露思在娱乐圈快速蹿红，收益日益飙升。据了解，赵露思一年净收益就已经达到半个亿，这里所说的净收益就是合法缴纳税金。去年更是霸气之下4000万豪宅与父母居住，看到赵露思急速赚得如此巨额资产，阿纯说不酸也是假话。酸归酸，赵露思的魅力与努力完全值得大家去喜爱。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各种照片都透着可爱，其中一张赵露思捧着西红柿前往厨房做饭，说明她能够很好的照顾自己。照片无意间透露赵露思的大客厅以及厨房开放型设计，整个大厅也因为有明亮的瓷砖变得明亮。后来的拍摄中直接露出豪宅的楼梯设计，是使用实木材质和昂贵大理石拼接，整个空间装修的大气明亮，设计风格也是现代风格为主，给人的感觉非常干净整洁。就连这种的地板，赵露思也选取原木材料，空间相当清新自然。有豪宅住着，她的代言接连不断，商业价值直线飙升，大牌奢侈品让她来诠释也显得高贵。社交平台上分享的赵露思生活照，白色上衣搭配黑色长裙，佩戴奢侈品香奶奶 G12 腕表，价格少说也要几十万。除了奢侈腕表，赵露思的昂贵包包也是一应俱全，日常出街佩戴的香奈儿军团也是贵到让人晃眼。香奈儿大号口盖包，白色小号迷你珍珠链条包，迷你可爱的福袋包，夏天购买的牛仔布大号口盖包，以及最近赵露思购买的粉色 Hobo 流浪包，也是经典又时髦。除了酷爱的香奶奶，她也宠爱名品古驰。在2020年1月，赵露思顶替古驰原先的代言人欧阳娜娜实力带货，她在社交平台晒出的古驰1955系列链条钱包，小巧精致，一经上线就是必入款。就连花色复杂难以驾驭的95系列 Liberty 印花背包，它照样可以 hold 住。另一款百搭的小号水桶包，复古文艺又百搭，一年四季都适合背着。它另一款 Tambor 限量版小号手袋，可爱清新，复古的粉色让人心动。除了价格昂贵的奢侈品包包，轻奢款式赵露思也是手到擒来，比如知名的 Kate Spade 的菠萝包， Yusufi 的云朵包， Amazing Sun 的迷你软欧包，不仅清新可爱，并且趣味性极强。服装上赵露思很少大牌傍身，但衣品相当养眼。 Snado 肉粉色衬衫连衣裙温柔又知性，黄色欧根纱拼接 A100 连衣裙甜美又复古，世上少有的经典服饰，众人喜爱的卫衣赵露思也收入囊中，可爱与时尚兼并。其他优秀穿搭还有很多，这里就不一一细讲。
从高端奢侈品到平价小物件，赵露思都一一收割。他们和谐相处，贵气逼人，红了商业价值自然提高，赵露思的日常搭配也再提高一个档次。我们来看看她的代言，你就会知道阿纯所言非虚。她凭借傲人流量与强势人气，成为阿玛尼香水的挚友，紧接着又拿下宝格丽中国品牌形象大使等等一线大牌与赵露思联盟，所以其奢侈生活不会断掉，未来的生活也只会越来越好。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，看着赵露思赚大钱，躁动的心也不安了。加油吧，咸鱼们，美好的未来就在前方。